曉波起草零八憲章，呼籲中國落實民主制度。2010年，他因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重判11年，在服刑期間獲得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今年6月突然傳出劉曉波先生病重的訊息，隨後證實劉曉波確診末期肝癌。儘管香港和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聲音要求中共釋放劉曉波，讓他離開中國治療，但是中共堅決拒絕。最終劉曉波先生在7月13日下午5時35分在沈陽的中國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病逝，終年61歲。現在我們播放劉曉波生平簡介短片，一起回顧這位民主鬥士的生平。
现在我们有请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先生发言。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悼念追思刘晓波先生。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样，我都是在八九民期间开始认识刘晓波。在八九民的后期，他带动其他几位知识分子去到天安门广场，透过绝食去推动运动继续的推展，亦都是严正要求当权者和学生是切实对话。亦都因为这样，刘晓波在六四之后都曾经是被捉。我记得在他放监之后，大概九二年初，我曾经去过北京，亦都是亲自去到刘晓波家探过他，和他都讨论过当前的民运的情况。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尽管经过牢狱之苦，刘晓波并没有放弃，他继续对于争取中国的民主这个立场很坚定，更加提出各种各样的方式如何在民间再推动。其后这二十几年，我们一直看到的刘晓波是贯彻他这个的信念，他不单坚持推动中国的民主进步，亦都一贯以来是以他所相信的用理性的方式进行推动，包括零八宪章的草拟都是在在显示刘晓波的这个的信念的坚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悼念追思刘晓波先生，除了我们可以回顾他一生之外，我相信更加大家从他的信念发展里面去看到我们未来怎样是去延续继承刘晓波的他的信念，以一个和平理性的态度去争取中国的民主。刘晓波先生虽然一生他有几次是有坐监，最后今次在其实医院里面病逝，但其实都是仍然在个监禁的过程里面得不到自由。但是刘晓波先生的一生是光辉的，他得到诺贝尔的和平奖就更加是清楚显示，他不单是中国人、中国民运的骄傲，亦都是世界推动民主进步和平的骄傲。所以我们今天都本着这个心去悼念、去追思刘晓波先生，亦都希望继承他的位置。另外，我们都必须继续在这里关注刘晓波太太刘霞女士的处境，以至到其实近日也都有一些内地的朋友因为进行悼念刘晓波先生，也都遭到内地的公安的打压。希望我们继续去推动令到刘霞女士早日获得自由。我相信这都是刘晓波先生他其中一个是很挂念、很希望令到刘霞能够真正好好生活。我们以这件事作为我们继续的工作，也都希望大家如果是未签订阅册的市民，一间都可以离开之前去到我们后面的秘书处去签个订阅册，因为我们会将订阅册是会稍后时间希望能够可以亲自送到给刘霞女士。各位市民，现在我邀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默哀一分钟悼念刘晓波先生，请各位肃立。
慢慢完畢，請大家繼續肅立，我哋一起向住台上面劉曉波先生嘅遺像，我哋一起三鞠躬向劉曉波先生致意。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请坐。唔该晒，蔡耀昌先生。现在我哋有请乐队献唱《大海》，送俾刘晓波先生。就让它。
深深拥抱。多谢乐队的现场，接住落嚟咧，我哋将会播放八九学运领袖吴以开希同埋前高智联常委马少芳的录像讲话。他哋两个都是六四屠杀事件发生之后被政府通缉的学运领袖，而且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我哋依家将会播放录像讲话。咱们杀了老师，用20年的时间，凌迟的精神，凌迟的方法，杀了我的老师。但是有一点，虽然就像你讲，他在临终最后一秒钟都没有能够享受到真正自由的空气，踩在自由的土地之上，而且为此他一定在最后在挂念着他的妻子，他的爱人。有一件事在这个时候我想起来，在痛哭之余会有一个微笑，你心里面一个微笑的想法，共产党到最后都没有打败他，他内心的自由，他内心那他的就是这是一个自由人，自始至终这一点共产党没能从他身上夺走。也许这是在2017年的7月13号这一天之中，我们能够对未来找到希望的一个注脚，就是好好想到说，对，刘晓波至死也没有被征服，他依然是一个极高贵的自由的灵魂，这件事情依然给我们希望。小波本来就是一个盼头，就是个希望。他死了，被谋杀了，我们不应该让那个希望磨灭。刘晓波当时是这个89年这场学生运动最重要的老师，是最重要的顾问。那么为此，他也至今感觉骄傲。我也对，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顾问，有这样的一个老师，感觉极为骄傲。那么89年学生运动没有荒腔走板，不仅没有荒腔走板，成为反而而且成为了这个世界群众运动历史之中最为这个理性的群众运动之一，成为这样的一个表率。跟刘晓波是我们的老师，是在那个时候带着我们去这个给我们很明确的叫什么规范和指导，有明确的关系。我们然后到最后当天安门屠杀开始的时候，也是刘晓波在那里跟军人这个去谈判，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我们在旧金山机场见到面，过了天安门屠杀之后再一次见面，然后我们两个在机场拥抱，我到现在都还能感觉得到我们在拥抱的时候他手指头牵到我肉里边的那种感觉，就都还历历在目。而且我们你知道，就是我们在机场拥抱，然后两个人都流泪，但两个人都没说话。然后到家里我们当然说了很多，然后炒菜做喝着酒，然后突然他都不讲话，然后不讲话之后，然后就开始哭，然后哭完了以后痛苦嚎啕大哭，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人继续喝酒吃饭，就没再讲我们当时在哭这件事，就不再提了。我的此生极大的幸运，有机会跟刘晓波成为像家人一样的师生，然后能够
说没能够在他最后的这段时间能做什么，这个今天呢我也不想去更多的回忆了，回忆非常多，我们已经失去他了。我又想起了呢，又不得不说的就是那一年包尊勋老师去世的时候，我和小布老师一起去操办包老师的丧事。送完包老师以后，我跟小布老师在一个出租车上去吃饭，我当时说了一句真不该说的话，一语成谶了。我当时说跟小布老师说，我说我们今天还有300多人来送包老师。我说小布老师，再过若干年以后，当你走的时候，我肯定会来送。但是我想，等我走的时候，还有谁会来送？没想到，真的等到小布老师走的时候，我们没有人送他，只能在网上，在这个虚拟空间。很多人都说小布老师，有些人在说小布老师被葬大海是家属是亲属的意愿。我也看到了师母的那一个视频和那张字条，我坚信这不是家属的意愿，因为师母的那个视频明显的在是在胁迫下，好像在对谁说他要写的那个字条是哪几点，我不知道很多人都看不清楚这一点。这是我要说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如何面对小布老师的精神遗产。真的我不想用这个词，但这已经是事实了，他已经魂归大海。我其实很想穿一件海魂衫在这里纪念他，但是今天出去我周边的店里没有一件，没有一家店在卖海魂衫。小布老师从1989年6月2号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宣言第一条就是我们没有敌人，到2009年12月份他生日的前几天被押上了所谓的审判台，做的最后陈述是我没有敌人。小布老师用他自己的大爱去面对着最无耻最恶毒的政权，但他赢了的是，他得到的是什么？真的，他用他最后的结局，用他自己把自己放上了祭台去彰显的是无耻至极，是比纳粹还纳粹。在他走后的第一天，我就已经说泪已干唯有恨，到现在我还想把这六个字送给小吴老师，泪已干唯有恨。现在有请六四乐队为大家献唱《南风暖四方》。这首歌在2013年的时候创作，当时是向南方周末和内地的维权人士致敬的一首歌曲。今晚六四乐队将会唱出这首歌《南风暖四方》，献给刘晓波先生。有请六四乐队。
站在广场，我想歌颂自由的花朵。坐在家里，我想制止忘不了的脉搏，但也被制止。长夜太长，梦快结束，侦察依旧如晚风苍凉。是时候改变，是时候实践五千年文化的修养。我在南方，我在四方，都盼望有一个正义中国。我在寻找自由的梦乡，每当我想起艰辛的你，我更要赶上。生于成都，在1980年代移民来香港，担任香港时报的新闻翻译员和特约记者，在89民运期间在北京采访。有请蔡咏梅女士。刘晓波是我们独立中文八会的创会人和两任会长，是我们倡议和爱护写作自由、表达自由道路上的同道和朋友。我们曾经与他一起度过许多难忘的岁月。刘晓波之死，我们非常的悲痛，他失歌无存，骨灰被倒向大海，但他的自由精神永不会死亡，我们永远怀念他。刘晓波走着，我们将记住他的意志，记住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记住维护作家的写作权利，与所有音乐合作者发声。刘晓波108宪章攀升作家后，为了发扬刘晓波珍贵自由、言论自由的牺牲精神，我们将八会每年一度的月中作家奖改名为刘晓波写作勇气奖，已经发放了多届。今年我们将刘晓波勇气奖发给一位中国月中作家和一位做梗干的伊朗瑞士人。刘晓波临终前的一个遗愿是让受到长期跟进的
妻子留下，好好地生活下去。因此我们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加压力，让卢小让卢卡获得自由，能够出国治病。卢小波被中国关进监狱中，他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一个违反普世价值的言论罪，夺利中文发挥和零八宪章，要求中国刑法中废除那条条款，停止以言治罪。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所有的狱中作家和量刑犯。卢小波之死让我们关注傀儡在狱中的处境和遭遇。在卢小波之前，已经有不少中国的量刑犯因为受到酷刑和虐待，病重达不到医治而死在狱中，会出狱不久则告别人世。在那个地方，我的不会要提到一位在一个在东莞复兴的香港人姚文天。姚文天因为打算出版中国英语作家易杰的书《中国教父扎根盆》，被大陆以没税有罪名判刑三年。他今年76岁，已经坐监11年，身患重病，曾经在狱中昏迷过5次，现在还转移到监狱医院服刑，但当局至今规矩魁我客人保卫狗一的要求，如果姚文天不能及时出狱获得自由和医治，发生在卢小波身上的悲剧就会发生在姚文天身上。我们希望向香港人关注姚文天的案子，让姚文天早日获得自由，返回香港。卢小波那位为自由生到的悲剧英雄会走着，波浪翻滚的大海是他的墓园，我们在那个地方望向大海，表达我们的哀思。小波，你听见了吗？唔该晒蔡咏梅女士嘅分享。刘晓波先生喺2010年获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为了中国人权和民主奋斗。好可惜，他最终都无法领奖。接住下来，我们会播放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安德森的录像讲话。I send my greetings to all of you who have gathered at this memorial service to honor Liu Xiaobo. I speak to you on behalf of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We awarded Liu Xiaobo the Nobel Peace Prize of 2010 for his efforts to implement th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secured in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s and also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en Liu Xiaobo received the Peace Prize, he was already a prisoner. When he was sentenced to his term of 11 years, his closing remarks in court was taken from an essay called I Have No Enemies. He expressed a strong pacifistic and anti-militaristic attitude. I call on you today to be inspired by Liu Xiaobo and conduct your protests in the spirit of him and that of Mahatma Gandhi, and conduct your protests in a dignified and non-violent manner. Liu Xiaobo's absence from the Peace Prize award ceremony
was marked by an empty chair. We have to now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that chair will forever remain empty.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 deep conviction that Liu Xiaobo will remain a powerful symbol for all who fight for freedom, democracy, and a better world. He belongs to a heritage of former Nobel laureates as Carl von Ossietzky, Martin Luther King, Andrei Sakharov, Lech Walesa, Aung San Suu Kyi, Nelson Mandela, and Shirin Ebadi, just to mention a few. Today, our hearts are filled with gratitude to Liu Xiaobo for his monumental efforts and great sacrifices to advance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He was truly a prisoner of conscience, and he paid the highest possible price for his relentless struggle. We feel confident that his efforts will not be in vain. Liu Xiaobo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ideas that resonate to millions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 China too. These ideas cannot be imprisoned, and they can never die.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接下来，我们邀请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小姐。其实今天是晓波先生的头七，除了我们在香港这里有追思会之外，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朋友，包括美国的、加拿大的、澳洲的、英国的等等的朋友，都有举办一些追思的活动。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想提一提，就是国内一班晓波先生的朋友，一班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他们也都发起了晓波先生的头七公祭的行动。在冒着很大的风险下，他们去呼吁支持者带一张空凳去到海边，去到河边，举起三只手指去向晓波先生致敬。为什么是三只手指呢？这三只手指代表着的是抗争、自由和希望。刘晓波先生一生抗争为自由，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为了争取到消极的自由，必须要有积极抗争的斗志，唯独抗争才可以有自由，唯有抗争才有希望。而国内的一班朋友就是为了发起这样的呼吁，为了响应这样的呼吁，为了去悼念刘晓波先生，为了去举起这三只手指，我们今天已经收到很多的消息，很多的朋友是被旅游、被监控、上门审问，甚至是被带走。我们在香港，我们很幸运，不会因为悼念刘晓波先生，不会因为想举起这三只代表抗争、自由和希望的手指而要坐监。所以我们都很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去以这个三个手指的姿势的手势向刘晓波先生和向国内的一班抗争者表达我们的支持和敬意。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举起代表抗争、自由同埋希望嘅三指。祝愿刘晓波先生所期盼嘅自由同埋民主嘅中国早日到来。今晚的追思会咧，即将嚟到尾声，最后咧，我哋将会进行献花仪式，向自由斗士刘晓波先生致敬，并且要求中共停止监控家属留下同埋留下嘅细佬刘辉。接下来咧，我哋邀请支联会常委同埋市民咧一齐去到海边献花。如果有市民咧，就將花咧已經係擺咗喺台前嘅話咧，我哋都希望你可以首先過嚟我哋嘅台前攞你哋花，我哋一同咧去到海邊。
沙漠話事啦，嗱，慢慢咁樣，阿東，睇住你，咁樣，好，係嘛？個人啊，落，
你嗰度再快快快啲，快啲！唔聽啊，唔聽啊！阿東講，唔聽啊，唔聽啊，唔聽啊！慢慢嚟，慢慢嚟，唔得就唔好喐住，睇唔睇到？而家嚟咗，嚟到。阿東嗰度放多啲。我放啦。得唔得 ？Last moment， 定啲嚟。阿美，阿美。放到。放到啦。放手。
on, you can hang out right here. こちらは香港中心部の広場です。1時間ほど前から本教橋を追悼する集会が開かれています。500人以上が参加し、冒頭黙祷を行いました。そして今はあちらの有料橋の顔の目の前に大勢の市民が列を作って花を捧げています。香港はもともと中国の政治的混乱を逃れてやってきた人が多くです。私もさ、これちょっと今から花を捧げています。あちら、あちらに、あちらにって言ったらもう花が落ち着いて、この辺もね、香港もともと交流してますので、これも支援してきた。はい、すみません、これはパラダミの温度を取ります。聞こえますか？ここまでは広がりましたか？この感じで、で私にこの辺から戻ってきたし、今夜は休止の仕方がこれはパラダミの温度、ちょっとやってみようか。予判が出てる9番だけなんだ。動くのはね、あとはバスショット。ええ、早くテストしなきゃ。いいね。はいはい。こちらは香港政府の建物の前にある。そうだ。で、今ちょっと絵割りを練習しよう。木戸さん、わかりますか？今から Q1 だけ絵を振るので、カメラを振るので、そのタイミング、カメラの絵割り練習させてください。こちらは香港政府の建物の前である広場です。1時間ほど前から遊行橋を追悼する集会が開かれています。500人以上の市民が参加し、冒頭黙祷を捧げました。そして今はあちら遊行橋の顔の絵の前に大勢の市民が花を捧げています。香港はもともと中国の政治的混乱を逃れてやってきた人が多く住んでいます。天安門事件をきっかけに市民団体が立ち上がり、中国の民主化運動を支援してきました。そうした中で中国本土にとどまりながら平和的な方法で、
少少個福位，係啦，大家都鬆動少少，係啦。我哋幾個人？係幾個？係好，唔該曬。位啊，唔好逼咁前上，記住留翻啲空位咧，我哋鞠躬。影相嘅快啲啦嚇，唔該，影完之後離開啦，唔好擋住後面噶，各位啊，即刻，唔該曬你。大家唔好逼咁前啦，留翻少少空位啊！
聽唔聽到？嗱，翻少篤工位啦。嗱，後邊嘅唔好行上嚟住嚇，等前邊嗰啲離開咗，你先再行啲嚇，留翻個空位。係。手機放低。小心地面，分光殘眼嚇，小心地面嚇，小心地面。師傅，
冇吸片啊？有冇吸片啊？有啊？有冇睇啊？好多嘢睇啊！邊個？
We'll be right back.
7月19号，我们悉尼的朋友在悉尼歌剧院这里，在海边和全球其他地区的朋友们同步进行对刘晓波这个头七的一个追悼仪式，正在这里举行。我们跟对这个刘晓波的空椅子和他的画像，我们那个。三鞠躬，是不是我们得围一下？小波，今天我们大家来送你一程，希望你走好，我们一直陪着你。下面，我们对小波的一项三鞠躬，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小波，虽然你走了，但你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和专制政权做不懈的斗争。我们以你为榜样，一定和专制政权做殊死的斗争。希望你能和我们一道，看到我们胜利的那一天。现在，我们在海边送小波，虽然。中共把小波的骨灰撒在了大海，但是它毁灭不了我们对小波的记忆。每到我们到海边，我们都听着海浪的波涛，都会激励我们与中共奋斗的决心，推翻中共的决心。小波，走好。全世界的报纸头条都在报道刘晓波往生的消息，但是只有在他的祖国，他是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做一首诗纪念小波：壮志凌云竟未酬，书生一介念年求。赴汤蹈海今生去，画壁长虹换九州。你虽然走了，你的精神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人的心。你的精神像海浪一样，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去完成你未尽的事业。小波，你是中华民族的圣徒，天安门广场一定会为你树立一座丰碑。小波，这是30好几年前你写下的一首诗。可是怎么一切都成了真的呢？这首诗登高，现在确实你在蓝天的高处俯瞰着我们，但我相信你没有走，你激励着我们继续斗争，完成你未尽的事业。还是把你自个儿写的这首诗让我念一遍给你听，也让大家一块儿来听。峭壁绝崖，老树枯藤，像堵塞着青春的高墙，像扼杀幻想的绳，一条钢丝般的小径，吸着死亡和永生。终于，哦，终于，我登上了高高的山顶，
向大自然敞开了心胸。来吧，东西南北，风把我的全身吹个透明，世界在我的脚下枯萎了，城镇、村庄、田野、河流，像落叶歪歪斜斜的飘零，而人只有那么一点点黑影，像大树下的蚂蚁蠕动。昨天我也在那灰色的行列中，用泪、用血、用祈祷的虔诚，向那高贵者们祈求一点点可怜的同情。今天当我站在人类的头顶，白云不再是幻象，星星不再是童年的梦，就是宇宙也别想把我包容，他用一个小小的指头就可以把太阳推醒，当作一口巨大的丧钟猛敲在世界的额顶，让全人类一起回响，倾斜的大地，倒塌的天空，扭歪的人生，再来一次，来一次组合吧，那将是一座崭新的高峰。伟大的刘晓波先生，你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中，不会被忘记。刘晓波在89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尽管我那时候是物理系的学生，我是个文艺青年，我特别喜欢刘晓波当时写的那些书，审美人的自由，选择的批判，置身裸体走向上帝，这些听者都激动人心，他的那种对于个人自由的这种肯定，就是这种崇拜，就是好像一种文艺复兴一样，就是把人从这种各种枷锁中间
能够解放出来，而且他的文风那种非常自由畅快，当时真的是振聋发聩，所以我是那个时候就感觉那种自由的风在吹，所以刘晓波当时吹来的就是自由的风。那相对于方励之先生讲民主的，刘晓波讲的是更多的讲自由。那么在天安门广场呢，我们也有那么多时间都在一起，包括最后我们撤离这些我们都是在一起的，包括后来我们在秦城监狱，他在11号，我在16号，我们都经历过这些过程。那么他从一个文采飞扬的一个美学一个文学批评的博士，最后到一个践行民主啊，在有人看来他是圣徒这样的一个路，这是一个非常多样的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路。就是他本来是一个文学的人，那么他的早期的言论有很多非常激烈，后来很多人就是比方说讲了一些300年殖民地等等，那跟他后来的实际上是完全两样，就是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不断的反思不断的进步的一个人。那么包括他做错的很多事情他是非常诚实的，那甚至这个动力让他能够一步一步，他做了4次监狱，他从美国回去2次，这样的这种镜头使他能够完成他最后的使命，就是他死的时候他的确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烈士。那么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这个也许不是我们选择的，只有上帝知道，但是当这个责任降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推卸。我想在晓波身上看到的就是这一点，他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也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愚蠢，那我们并不是说生来具有那些3头6臂具有能够推翻这个专制的能力，但是它不能剥夺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这种信心，我们人性的尊严自由。我想这是刘晓波跟我们的一个最好的遗产。刘晓波去世是第二个诺贝尔奖金死在监禁中间，这个对于世界的意义其实非常的重大。如果平行的发展，我们就知道在当初第一个诺贝尔奖死在狱中的时候，后来不久就是世界大战，今天的另外一种征战也许以其他的方式出现，但是全球的这种漠视，西方民主国家的这种漠视其实和那里非常的类似。那对于我们坚守民主自由的人士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坚守的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很珍贵的，因为面对这么一个强大的强权，我们真的值得骄傲。就是他不管怎样他没有改变我们，不管我们怎么软弱他怎么强大，他改变不了我们。而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在想办法，我们要努力推倒这个墙，总有一天他会倒的，但是呢我们只是希望上帝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走更远的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真的是把自由的梦想变成现实。各位朋友们好，我们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见面了，我是你们的小毕。
也是你们的朋友。当然，在今天我们悼念、追思小坡的时刻，我和我们大家也都是他的好朋友。小坡兄弟突然走了，走得那么突然，走得那么决绝，这是我也是我们这些朋友没有想到的。我们内心伤痛，内心在流着血。我是在温国华知道他得病的消息的，当时就有一种预感，冥冥之中，我在参加一个读经班，我就跟这些教友们说，能不能给我的朋友祷告，求主保佑，让他健康平安。教友们问他是谁呀？我说刘小坡。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弟兄姊妹们虔诚地给他祷告，祝他能够驱走病魔，恢复健康，也在求主保佑他。我是一个福音朋友，我不是基督徒，用我身边教友的话说，我们都是在得救的路上。小坡他是有信仰的，我们也都是有信仰的，而且我们会为我们的这种信仰，为我们的理念，我们也会践行的。那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就是睡不了觉，我最后在电脑上看到和平沉痛的宣布小坡已经病逝了，当时我就哭了，不可以自制的在哭了。以前我认为好像能够有机会他的生命体征能得到延续，有机会能够出来治病，但是这都是成为了过去。而且我没有想到走的是这样快，我和国内朋友也在联系，国内朋友也一直在保持着和有关部门的沟通，希望能够在他病重期间朋友们去探望。但是这也仅仅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
我们可能伤心，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良好的愿望，而现实把我们这种良好的愿望又给击碎。小坡走了以后，我就赶快打张机票飞回国内。我回来就想，生没有见，死了一定要祭奠。我们在他的头七开了追思会，在这会上，我讲了我和小坡的相识的机缘，我们一起走过的岁月，我还给小坡朗诵了诗。头七会开完以后，我的心才稍稍的平静下来。我也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你的灵魂在大海歌唱。我一会儿我会把这篇文章最后的一节朗诵给大家，请大家来分享。我也想在摆头七祭奠小坡弟兄的追思会上给他朗诵的普希金的诗再朗诵一遍。我是多么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听到我和我们这些朋友们对他的爱，对他的思念。下面我就先讲一讲我和小坡的故事吧。我和小坡认识很久，应该是在89年5月。以前听说过他，当时他在北师大读博，他从美学上向李泽厚等权威挑战，掀起了一股清风，影响很大。后来听说他又到美国当访学者去了，但是朋友们也总提起他。我那阵就想，我说的之所以小坡呀，他对社会影响这么大，还是因为他有独立思考，他有自由精神。这点恰恰是我们一些人所欠缺的，所以他的人格魅力也是有很大的感召性。那阵我们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男人，在这方面可能比不过他，因为他的女粉丝也很多。在89年的5月份，那是北京广场，学生们都已经进驻游行，学运已经开始了，而且在426社论以后，427大游行，我们这些人也都参加。小坡呢，也从
美国飞回来了。我记得是那天在我们所里开会，当时的所里是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长是陈子明，我在这儿任常务副所长，地址是在清河的双泉铺。北京各界知识各界的朋友在我们所里开会，就是在讨论学运的事儿，讨论广场的事儿。小坡呢就匆匆的赶来了，当时有几个人簇拥着来了，快到中午的时候，这时候他一说我才知道，一早下了飞机就到广场，饭也没有吃，脸都没洗，就和学员在一起，然后又匆匆的到我们所里来开会。我的第一面是这样跟他认识的。而且呢他去说话又比较张扬，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大家讨论的过程之中，是吧，基本话都让他夺走了，啊，虽然磕磕巴巴的，是吧，但是来讲呢，就基本上在这会场上几乎成了他的一言堂。有些人呢就是谈一些不同的观点，他也觉得就是很不客气的，就给予一种批判或者是一种啊争论。我还当时对他这印象啊不太好，我说这呀，这些怎么这么霸道啊？但后边我对他印象有一个转变，是因为他的理性。他和我们所里的子明、军涛、啊、小平啊等等这些人的理念是一样的，对广场的形势判断是相同的，而且他们的初衷都是希望尽快的把问题解决，学生与政府达成一种妥协，回到学校，给我们体制内的改革派留下解决问题的空间，否则就会有我们所不是愿意看到的这种后果。所以我认为小坡是富有理性的。以后小坡他们最后在广场炫进去的时间，我记得应该是在正式炫进去的时间应该是在5月13号。5月13号那一天呢、啊、我们在经济学周报开会，然后呢周舵郑也夫他们就找来，就说严明副部长啊，就今天下午开，就是在统战部开知识分子的这个政策的会，就是开不下去了，因为学生都进入广场绝食，看看怎么办。这时候他们就给出主意说，是不是找一找北京知识界的人来进行劝阻劝说，做学生的工作。严明富部长就同意了。这时候啊，他们就四处就找人啊，在报社就找到我们。这是426社论啊，已经把这次学运啊定为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动乱，已经都定性了。所以，如果谁再介入的话，后果是什么？大家都清楚，所以当时去和不去，
我们还有过争论。这里边我特意说一下，军涛、闵琦还有陈小平，他们的担当、他们的责任，他们是在知道后果的前提之下，义无反顾地去了，而且呢，去了是要帮助政府、帮助学生来一起把这个问题来解决。俗话说，也就是劝架去了。小坡那天晚上也去了，而且那天晚上去的人很多，大家经过一宿的这么争吵啊，最后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学生还是应该撤出广场，回到学校，给戈尔巴乔夫访华腾出地方。王丹他们也都同意。后来据我所知，一旦回到广场，王丹他们就变成了非正义的少数，因为广场很多人一说，只要有一个同学不撤，就大家就不能撤，这就形成了正义的多数。所以这一宿讨论，一宿的工作也都付之东流。最后听说严明富先生亲自跑到广场去，也是孤雁难鸣。这时候还有一个选择，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说了，我们也做了，我们也劝了，既然不行的话，我们也可以闪了，就是我就可以再退出来。但是小坡、军涛、小平、子明、老鲍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选择就是，那既然学生不撤，我们呢就必须的要站在学生这一边，因为学生是要民主，政府要权威，当民主和权威不能妥协，那肯定就要支持这种学生的民主。其实我现在看和当时看还坚持这个观点，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一种选择，不是初衷。以后我到广场是在6月2号，我又看到小坡、周舵、高鑫、侯德健这四君子又在这儿接力绝食。他们绝食来讲呢，实际上我看周舵是在广播里说，我们忏悔，我们没有敌人，我们反思。小坡呢就被记者围着，也是在讲着他们这次绝食的目的，就是要非暴力，我们没有敌人，要政府对学生有一个
公正的评价，要广场恢复秩序。这是六月二号，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六月三号晚上，而且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小坡、周舵他们在劝阻学生撤出广场，如果没有小坡、周舵他们找到戒严部队指挥部，及时的达成撤退协议，让戒严部队留出撤退的通道，那么我们这次惨绝人寰的悲剧还要加大，不知道有多少鲜活的生命也要失去。所以从这一点讲，小坡、周舵他们做了功德无量的事，他们是一种道义，他们是在用一种行动证实他们的理念，就是我们是非暴力的、和平的抗议。我们没有敌人，而不管你是否把我们当成敌人，以后呢，我是在六月三号晚上军涛电话联系上以后呢，我就去搞这种救助啊，在雅园殡仪馆看到了军涛啊、王丹还有刘苏里。我在六月四号凌晨就一个一个的朋友在找我和军涛，就如果能联系上的、能够帮助上的，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就把他们救出北京。以后呢，这个我当时也是在想着小坡他们到底是怎么样了。以后知道，听说他们六月六号就被抓了。被抓以后呢，我觉得心里就踏实下来了。啊，因为毕竟有个地方了，而且呢，被抓以后也是一种安全了。在六月三号晚上开始的救助，我就是把军涛、王丹、刘刚、老包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叫不上名字的人啊，能够帮助他们跑出北京就全力帮助他们跑出北京啊，这是进行的一种人道的救助。然后以后我也是遭到通缉以后呢，我自己就跑到温州去隐名埋姓，给人打工去，到那儿去度日。我在温州待了有那么两年，然后呢，在九一年初知道这次要进行宣判，经宣判的话吧，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官司，我也就自己跑回北京来主持打着官司啊。因为一来讲呢，在我们这个所里是吧，这个还有我们报社啊，被抓的人啊，
王金涛、陈子明啊，等，他们都是面临着很大的，就在这个官司上就面临着很大的这种挑战。我是通过作家徐巧斌呢，然后呢，找到张思之张老先生做他们的无罪辩护律师，啊，也和那个陈子明的夫人王志红女士一起找的季素婉高晓峰先生做陈子明的辩护律师，然后呢，在西园饭店租的房，然后赶快就四处找证人，啊，当时来讲呢，那个张老啊问我，就说，有罪辩护无罪辩护啊？我说的无罪辩护好。无罪辩护的话，你敢不敢出庭呢？我说那当然要出庭了。那么张老又说，那你的朋友敢不敢出庭呢？作证呢？我说，没问题，我说我肯定用我的人格保证是没问题，因为他们是跟我是一样的人。好，这时候张老就才接受下来，啊。那么我们在四处找证的时候，我也找到了周舵啊。在春节以前要开庭审判的时候，已经陆续放了一些人。从秦城放了一些人，啊，小坡呢也是那时候给放出来的，啊，那阵在，但是我在北京我没有见到他，啊，听说他到外地去了，所以我在周舵家我见到周舵，啊，当时在周舵家也去了很多的朋友。周舵呢，交换完意见，周舵说，你要打这官司需要我做什么我会全力以赴。哎呀，我觉得我听周舵讲的话以后我真是啊很感慨，我就跟周舵讲，我说，哎呀，危难时候见真情啊，你想想，如果说六四当晚没有你们，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现在来讲呢，我们打这个官司是吧，也是要向世人证明啊，朋友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义的，都是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这个社会，或为我们这个人民所付出的牺牲，他们就是无罪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法律程序打好，把这个官司打好。具体结果，这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良知，用我们的勇气，我们要面对。为这些被抓的、被判的人讨回公道。91年打完官司以后，然后呢，我又自己去创业做事儿啊。以前我们所里啊，这个报社呀，这个资产什么的都给查封了，也都没有了。我们当时这个企业下边的实体也很多啊，最后呢一无所有。我们在报社，这个报是经济学周报啊，经济学周报是社科院的，当时我是在这个报社任副理事长，我们主编是何家栋何老，副主编是王军涛和高宇女士。
所以我就讲，然后六四以后，我们的研究所、我们的报社、我们下边的这个人才考评中心、我们的影视中心，啊，我们的计算机中心，然后我们下边还有思创研究所，还有其他的经济实体，都是一扫而空，啊，所以我们又一无所有了。等我打完官司以后啊，是在91年的，5月，我又开始重新创业，又白手起家，啊，这时候来讲又搞了几个实体，啊，在93年，王丹被放，被释放，这时候呢，又到我单位，是吧？到我单位，这个任公关部长嘛，啊，然后。王丹到我单位的时间不长以后，又被抓了。我呢也是，这个也是在10月份被抓。被抓以后，其实我的罪名就是很荒唐、很荒诞，就是以给王军涛、陈子明等人开工资的名义，是吧？然后挪用公款，啊，这是我们的私企。啊，怎么能够是挪用公款呢？实际来讲呢，就是给你打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就是要收拾一下你嘛。这时候呢，我就又被判了三年徒刑，啊，等于我出来的时候已经是06年底了。那么在我回91年到91年。到93年这3年时间所创业的企业和公司，是吧？当时来讲呢，也是规模有一定的规模了，是吧？这个因为当时的销售额的话，已经有3-4千万的销售额，是吧？在当时这个数字已经是不少了，又是一无所有了，啊，等于我最后。回来以后呢，就是连房子都没有住，还是张老板他的宿舍给我，我住的张老宿舍，所以我是等于是，96年底回来以后呢，又再重新再创业，啊，以后又挣了一些钱的话，也都是在在96年以后，这时候我已经都是。不惑之年了嘛，那么这段时间是吧？那么就是在93年是吧？这个是到96年的期间，我在玉里呢，小坡也都在玉里，而且呢，我知道小坡啊，这段时间呀，又2次是吧？在监狱啊，虽然不是判刑，但是待遇是和判刑是一样的，啊，那个他是在劳教我们叫圈儿啊，圈里头行话，这个监狱里来讲呢，我们叫领域是吧？其实有时候啊，蹲监狱倒好，为什么？这个监狱里边来讲呢，就和那个劳教啊，这个里边环境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有时候劳教的话，他可能对这个人呢是更随意，是吧？而且你里边还要去干活儿，是吧？另外一个，他有些东西，对你进行一种这个收拾啊，还可以再用铜圈里的人，是吧？当然，我们在这个监狱里边也会遇到那种刑事犯啊，对政治犯的这个。就是属于迫害啊，然后呢，有的是受教唆的，有的是受指使的，啊，我想就是，但是来讲呢，毕竟比如说像小坡，像我们如果这些人啊，包括子明、军涛啊、王丹呀，他们进去是吧，都是那种单间待遇啊，这里边来讲呢。就是受同号刑事犯的迫害的可能性
就是不多或者很少了啊。还有我，比如说我在监狱里边，其实我也和刑事犯关过啊，就是在看守所嘛，啊，最后我要当号长啊，我要当号头啊，我要在这里边要当老大，是吧？这个、已经很屈辱了啊，我们在里边就是一定要找回来啊。所以我在里边来讲呢，最后这些刑事犯也都很服气的，是吧？打我可以跟你打，骂我可以跟你骂，道理呢我可以跟你讲，是吧？然后呢做事儿我做的又很江湖很义气，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也是很服气，是吧？里边一有什么事儿也可以扛啊。所以最后我出来以后，有些刑事犯也都来，出来以后都来找我，知道我又在干公司，哎，到我这来讨碗饭吃啊。他们有人说，哎呀，张管教说了啊，然后呢说出去重新做人，你就回去赶快找毕总吧啊。我听了以后呢心里倒有一种这种自豪感啊。我说监狱还让人产生自豪感啊，我的自豪感是源于在里边，是吧？我自己能够找到我的这种尊严。我想啊，小坡也是能够在监狱里找到自己的尊严啊，因为我知道军涛、子明啊，有很多朋友在监狱里边绝食啊，抗争，实质上就是在找我们的权利，找我们的尊严，而且不仅是我们，也是为了这个法治，也是为了我们监狱人道，也是为了我们所有的在监狱里服刑的人员，包括刑事犯。所以以后我也见到一些因为刑事在二监出来的人跟我说，感谢陈子明，感谢王军涛，没有他们在里边这么绝食抗争，没有他们在里边给我们政府这么大的一种啊压力，所以我们的日子会更难过。正是他们的抗争，所以使监狱里边多多少少的走向了一种人性的管理。这是二监出来的一个因刑事犯被那个关进的人跟我讲的啊。所以小坡呢在以后的这些年里边基本上几进几出，是吧？都是在这个监狱里边啊。所以他在里边的话，我想他会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他在里边也会用行动，是吧？维护监狱里边的这种法律，是吧？那么我和小坡呢，以后是吧，见面也都一块儿喝酒啊，一块儿聊天啊，感情很好。我对小坡的印象，我觉得他跟我一样，我们不是那种玩政治的，哎，这种啊，这个材料啊，我们确确实实啊，都是那种。就是很性情的，是吧？很性情，然后很义气，啊，看重的是人品，啊，其次才是你的理念。所以我们真是就觉得，就是男人吧，就应该像个爷们儿，像个汉子，有一个担当，啊，你这个担当来讲呢，那首先来讲就是为这个社会，啊。
遇到事儿以后呢不能闪。所以我呢有关部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说你看看，好多事儿不是你自己在找事儿啊，都是你在帮着朋友。我说的这个为什么要帮助朋友呢？啊，因为朋友出事儿了。我说朋友为什么出事呢？嗨，这不是你们给闹的事儿吗？他们听了听也都乐了啊。所以我们就讲这是有一个源头啊。小坡呢这个几进几出这么多年呢，他就是扛起了这个民主宪政的旗帜啊，一直推着奔前走啊，顶着各种压力啊，这个义无反顾的去这么去做，也是在我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尤其像小坡啊，对朋友的这个情谊啊，非常重情讲义的。2007年，10月，包宗信先生，我们都叫老包啊，去世了，是小坡、祖化、徐晓他们一起主持这个追悼会的。我呢是负责摄像，就是拍照。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开这么一个很大的追悼会是吧，也是要顶着很大的压力，要和有关部门去谈，然后要去争取应有的权利，这是很难很难的。而且这个过程之中是吧，真是有些权利是需要你啊争取过来的。所以那天一早我就赶过去以后，我就看了，哎呀，我还跟他们说呢，我说怎么现在这个殡仪馆的人员啊，哎呀，这个女工作人员都这么气质好，都这么漂亮，男的小伙子都这么精神啊。后来他们跟我说你傻呀，你看看他们是哪来的，有你认识的没有？我一看，哎呦，好，我才明白啊，都是我们那个国保人员是吧，都是临时换上国保人员当我们的殡仪馆的这个工作人员。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可能有些条幅有些挽联儿啊，话都是比较敏感啊，他们认为。所以当时像有国保就有的就给收了，或有的就给扯下来了。那小坡就不干了，跟他骂起来了，打起来了，发生了肢体冲突啊。所以这个过程之中啊，我就特别感叹，我感叹什么呢？我说的啊，一个是那么平和的人，一个是一个非暴力的人，一个是我们没有敌人的人，我但是你要在做具体的事儿的时候，你还是要用这种暴力的形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用这暴力的形式来进行抗争。我想这个在小坡心里啊，他一定是很惨痛的啊，是一定是非常惨痛。因为那个追悼会啊规模也很大，小坡主持，然后是于浩成老先生致悼词，我们海内外的很多的朋友都去送了花圈和挽联，最后这个追悼会也是圆满的开完啊。我然后呢再给小坡他们把这个照片给的时候，然后呢后边就有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就是说
有一天晚上啊，已经10点多了，我到小坡家把照片拷给他。小坡呢，家里房子很小，然后呢灯光也很暗，我看看除了几书架书啊，就几乎没什么家具啊。然后小坡呢突然说的，看我相机不错，说你给我和刘霞照照相吧。然后我说的灯光不行啊，这个相机啊，这个我也没有带灯啊。然后我说的到时候能不能到时候过两天，他说你就凑合照啊。后来我一看我这镜头啊1.6的也都行，就给他和刘霞照了照。他又说你看看你给我照的不好啊。然后我说你长得也没有刘霞漂亮啊，这个他又让我给他再照，是吧？我呢就是也是随便这么应付啊，嘁哩喀啦嘁哩喀啦的，就是给他拍了几张啊头像啊。这个最后他就看了看以后，他说哎呀你给我照的那照的太不好了，我说你长这么寒碜给你照成这样就不错了啊。然后我说以后再说吧啊，以后再说，所以把照片拷给他就走了，啊，就这么就这么简单的这么就是非常很偶然的这么一段事儿，啊，但是这个事儿以后就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事儿。没有过几天啊，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差不多几点的时候，6-7点的时候说的。让我到他家去，我说的我在这个谢涛老家呢，和子明啊、胡发云呐、啊，还有一些朋友啊，我说明天吧，明天一早，他那明天一早吧，等明天一早我一去的话，一看就出事了，他就被抓了。被抓，我就给刘霞打电话，那个我看下边警察在那儿呢，我要上去不让我上去啊，我就给刘霞打电话。刘霞那个哎那个就说的哎呀说的也不方便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也不方便，他说就说你先回家吧，我赶快再给朋友打电话才知道，那天晚上后面也出的事儿啊。以后啊开始我认为还没什么，因为小坡老是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是吧，但以后后来得我听说是08宪章的事儿，那么呢我感觉到这个事情可能就是哎就是比较严重是吧，以后这个事情就一直在拖，我们一直在关注，在2010年啊，这时候最后判小坡，听说小坡也宣判嘛，宣判以前我和子化还有田园夫妇嘛，我们在一起还猜测能够几年，猜了半天，蹦高了，想，才多少？才7年，最后第二天一宣判11年。我们确实，我从心里就是接受不了，很重，太重了。后来再一想的话，这个重和不重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本身来讲呢，就是。不应该被判刑。第二，在小坡角度来讲，你判1年和判10年，你判10年和判20年、30年，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想小坡是做好了这个准备，啊，他做好了这种迎受的准备。这张照片为什么成了一个大事儿？就是2010年小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是诺基会找到我说要用这张肖像做他获奖的肖像，要和我签一个版权捐赠协议书啊，我记得是高于大姐找到我，然后呢通过中间联系，我非常高兴，
我也感觉到非常荣幸，啊，就在他们给我的这个协议书上把字签了，而且呢，以后在他获奖当天的空座椅上挂那个很大的肖像，是我拍的。我觉得上天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这么一个表达的机会，就算我对小坡弟兄的一个回报。小坡呢，我想他出来以后啊，我可能还会给他拍一张照片，用实现我原来对他的一种承诺，虽然当时是开玩笑。为这张照片，我还写了一篇文章，最后结尾就是说，没想到你被判了11年，这么长，但我会等你，等你出来，我一定会为你拍照，给你拍张好看的。我说到这儿啊，又是很难受。我其实一直在等着他出来，我再给他拍一张照片。我没想到，我的这个愿望已经彻底的破碎了。我怎么也没想到小坡能够这么快就走了。我想，小坡你怎么就不等等我，等我再给你拍完照片呢？小坡病重的时候一直想见我，要回来要见他，但是朋友们说正在联系，看看机会。从他得病5月30号住院，7月13号就走了，这么快，不到1个半月。为什么这么快？他的身体以前又怎么样？而且小坡走了以后，我们有没有机会给他送行？我们和小坡真是啊，有太多太多的遗憾。我说我好像就很难再说下去。我想这样，我给小坡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我想把最后的一段朗诵一下，然后呢，我想再给小坡朗诵一首诗，作为我对小坡的悼念。
你的灵魂在大海歌唱，一小坡。这是我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大哭一场后，打张机票赶回北京。生前不能相见，死后一定要祭奠。我知道我将面对什么，我知道我将必须面对。我做好了陪同小坡自由灵魂迎受苦难的准备，为逝者的尊严，为内心的折磨，为苟且的屈辱，我都要给自己一个交代。十年前，小坡担任独立笔会轮值主席时，曾希望我加入，我客气地推辞了。08宪章，他找我签名，我也拒绝了。不是恐惧，而是心死。八九失去了最后的改革机遇，而一切幻想者都会遭遇到历史的嘲笑。小坡是带着他的幻想走了，带着他的理想走了，带着他的执着，带着他的勇气，带着他的激情走了。我现在想，历史不会嘲笑他，嘲笑的应该是我们，我们这些麻木的人，我们这些世故的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追着太阳，海面泛着金光，从机窗我眺望着，似乎看见小坡笑着在海上招手，听到他的灵魂在大海歌唱。福尔后霍斯说，死就是水消失在水里，世界上的水是相通的。从此，大海被赋予了灵魂。地球上1/4的面积都是它的应许之地。这话是写给小坡的吗？我面朝大海对小坡说：“你殉道是因自由的可贵，你呼唤是因同胞的沉睡，你被你热爱的国度抛弃，只有大海在深情地拥抱你，托起你涌动的鲜血，抚慰着你的伤口，抵挡那块肮脏的土地。”小坡，我给你朗诵一首诗，祝你安息。致恰哈达耶夫斯基。普希金。爱情、希望、平静的光荣，并不能长久地把我们欺诳，就是青春的欢乐，也已经像梦、像朝雾一样的消亡。但是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愿望，在残暴的政权的重压之下，
我们正怀着焦急的心情，请听祖国的召唤，我们正忍受着期待的折磨，迎候那神圣的自由时光，就像一个年轻的恋人在等待那真诚的约会一样。现在我们的内心还燃烧着自由之火，现在我们为了名誉的心还没有死亡。我的朋友们，我们要把我们内心的美好的激情都献给我们的家邦朋友们，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将要上升，射出光芒，俄罗斯将从睡梦中苏醒，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将会写下我们姓名的字样。小坡，你听到了吗？小坡，你安息吧。各位好，感谢刘晓波追思会组织者给我机会发言。我认为通过总结刘晓波一生来纪念他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血性的男儿不计其数，然而开创历史先河、改变历史轨迹者寥寥无几。我认为刘晓波是其中之一，他将是最为后世所敬仰的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刘晓波是最有骨气的男子汉大丈夫，他曾说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和赞美。几十年来，小波忠实地坚守了自己的底线，直到魂归大海的最后一刻，也绝不向中共暴政低头，没有丝毫的卢燕眉骨。其次，刘晓波为民为国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有三位得主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获奖，刘晓波是其中最悲惨的一位。软禁中的昂山素姬可以在家中接待外国外交官的访问，收阅外国首脑的信件。在纳粹德国残酷统治下的卡尔冯奥西斯基也被允许离开监狱返回柏林治病，还被允许接受外国红十字会的探视和外国媒体的采访。然而刘晓波
在最后被监禁的八年中完全与世隔绝，并且连坐到妻子刘霞和刘霞的家人。即使在其弥留之际和离世之后，他们仍不能摆脱大批国保警察的严密监控。刘霞和他弟弟目前仍然被旅游不准回到北京。刘晓波从发病到离世仅仅一个多月，越来越多的人怀疑他死于肺肝癌，这绝非空穴来风。中共惯用这样的手段对付活动人士和政治意见人士。其实几年前我们就担心中共为了消除晓波的影响会有阴谋将他置于死地，我们也曾经多次采取行动企图了解和评估晓波的心智以及身体健康状况，但因为中共极为严密的监控无法获得完整信息。中共对刘晓波的因言治罪被肝癌并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表明中共党魁们彻底的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他们比德国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三，我要特别强调刘晓波将为后世敬仰的最重要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最富有远见的思想启蒙者，具有最强烈的民族责任心的知识分子和超人勇气的和平守护者。我们知道卡尔·冯·奥西斯基当年只身站出警告世界纳粹德国的崛起以及西方绥琴政策的后果必将是一场灾难，但各国对其警告置若罔闻，他因此被处以叛国罪。直到二战灾难若干年之后，人们才发现奥西茨基的真知灼见。刘晓波为中国人权、民主、法治、宪政的抗争，也是因为他意识到一党专制的政体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为了避免这个灾难，刘晓波用其比剑锋还犀利的笔写下给中国和世界的备忘录，警告中共的崛起就是世界的沉沦。中共的中国梦是爱好和平人民的噩梦。他提倡通过保障人权、民主宪政转型，从制度上改造中国，来消除这个噩梦。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接受普世价值，实行民主政治，才能推动中国的文明进步，使其跻身于现代国家之林，才能确保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世界各国的和平相处。为此，刘晓波被打成反民主、反祖国、反人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无反分子。后来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最终献出自己生命。然而，面对中共的残酷迫害，刘晓波却以我没有敌人的政治家胸襟和风范从容应对，因为他知道要实行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建立公平正义的民主政治制度，必须彻底抛弃中共党文化中革命式暴动使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思路，走出
封建专制社会暴力循环的怪圈。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把公民按阶级划分，把某些阶层的公民或政治反对派当敌人对待，把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政策当作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就不可能建立民主制度。而在这个敌我分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会安全。相反，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思想，一反传统的思路，另辟蹊径，给中华民族指出了一条和平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同时也戳破了中共的所谓资产阶级上台实行民主政治会让千百万人头落地、共产党尸骨无存的这个谎言。刘晓波，我没有敌人，以及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革命理念，并不剥夺公民武装自卫反抗暴政的权利。他清醒地认识到，暴力是独裁者的优势，而不是人民的优势。这不仅是现实抗争的策略需要，更是基于战略的思考。暴力革命代价太大，流血过多，不利于建立持久的民主制度。这一点他自己已经解释得非常清楚，我认为值得我们在本次追思他的会上再次重温。他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思想，弥补了东方文化中宽恕精神的缺失，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的浩瀚心胸，一个有强烈民族责任心知识分子的博大情怀。刘晓波这一远见卓识，像黑夜中的烛光，给中国社会转型指明了方向。可惜他的观点并不为一些国人所接受，他们很难从以暴易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列宁党文化以及封建效忠的惯性思维中走出来，他们不能读懂刘晓波。中共知道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思想对其执政安全形成的威胁，把他作为头号敌人置于死地，而一些支持民主宪政的同道也射出一支支冷箭对他进行攻击，但两者都无法否定刘晓波思想的前瞻性和其观点的正确性，历史将证明他的高瞻远瞩。我希望世人不要再等几十年人间悲剧重演之后再来感谢刘晓波对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最后我想说，中国历史上及现代的许多读书人和政客以及大大小小的道学先生，常常以张载的四句话作为座右铭，但身体力行者
屈指可数。而小波的一生则真正体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文人风骨。让我们一起为完成小波的遗愿，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民主转型而努力。谢谢大家。明镜广播电台，下面播送蔡永梅的文章，题目是《刘晓波是香港人的英雄》。我认识晓波十几年，但没有见过他本人。最初是因为他为《开放》杂志写稿，我是《开放》的编辑，我们经常通电话谈稿件、谈时事政局，很谈得来。后来他当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介绍我加入笔会，有了更多的工作接触和朋友间的交谈。但我的发言不是谈我个人对小波的感受，是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香港人，当然不能把亲中共的人算上，是指民主派和普通市民对刘晓波的深厚感情，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以及他被捕之后坚持不懈的声援。大家知道，刘晓波的言论中有两点是有很大争议的，一是中国虚惊300年殖民地之说，骂他的主要来自亲中共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一是他我没有敌人主张，骂他的却是来自相反的反共右边一方。但在香港，除了亲中共左派，刘晓波是没有敌人的，甚至没有批评者。即或现在宣称要与中国完全切割的一些极端本土主义者，对刘晓波也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欣赏刘晓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当时为英国殖民地香港的认同，不是他们讨厌的大中华交。刘晓波这个300年殖民地之说，主要是指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因为传统的包袱将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漫长的普世价值的启蒙。只不过当年比较像文学愤青的刘晓波用了一个文学的语言来表述，而且是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夸张表述。前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程翔不久前写了一篇文章，特别就晓波发表此论时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想界那种急于摆脱传统束缚迈向未来的时代背景做了说明，指出刘晓波的论点没有错。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在海外民运圈子中引起很多批评，但自刘晓波被捕后，在香港的朋友交谈中、网络言论和公开讲话中，我还没有看到有人持批评的立场。相反，在香港民主派中，这种表述还获得很大敬意。他们认为这种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是人类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一位后半生在监狱和监视中，在政治迫害中度过的人，一个最有资格去仇恨的人，可以达到此境界是非常了不起。
香港一个常用激进抗争手段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联的一位活跃成员唐婉清，长毛梁国雄的助理，有次聚会时碰见他身穿印有小波头像和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字样的 T 恤，他对我说，刘晓波没有敌人的精神真是太伟大了。香港一位天主教神父在刘晓波追思会上甚至说，刘晓波是上帝派来的圣者。人说全世界最反共的地方是香港，中国也称香港变成了反共基地，但香港人自己明白，他们是在安全的地方反共，无论他们言论和行动多激烈，他们只是广义上的口炮党，而且人身是安全的。港人更知道在中共治下从事反对运动的风险有多大，李旺洋和刘晓波为此付出的惨重代价完全震撼了他们。而令他们更震撼的是，两位烈士都是明知其风险仍义无反顾。刘晓波终年61岁，但其后半生28年完全投身这场风险极大的反对运动，期间四进监狱，坐牢近14年，没有坐牢的日子也是在监视、跟踪和骚扰下生活。我这里顺便要提一下，在互联网通讯技术还不是很普及的90年代，在中国从事反对运动不但危险而且很孤独。因我是新闻工作者，加上刘晓波为开放杂志写稿，对刘晓波90年代在中国被消音、被社会排斥，作品无法发表，许多朋友不敢接近，只能和少数处境相同的异议人士抱团取暖的孤立冷清状况，我略知一些。那些时候，晓波他们这些异议人士生活可以说非常潦倒，但晓波耐得住寂寞，不怕被冷淡孤立，挺过来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可以选择不这样生活。1989年，他身在美国，买了单程票回国，飞蛾扑火。1993年，他出国短期访问，可以一去不返，但他不顾友人劝告，再次毅然回国。在他后半生漫长岁月，当局一直给他压力，欲迫使他流亡海外，他完全不为所动。香港反对运动人士好多都佩服刘晓波和李旺洋一样是一条硬汉。香港最出名的街头抗议人士梁国雄有两个偶像，他常把印有这两人头像的 T 恤穿在身上，一个是格瓦拉，另一就是刘晓波。第二我要谈的是，香港人对刘晓波、刘霞始终支持不懈，当全世界都忘记刘晓波的时候，只有香港人仍然坚持为他呼吁。刘晓波被捕后，港人对他的声援一波又一波。2009年圣诞节，刘晓波判重刑，消息传来，香港人极度震惊，香港多个团体立即前往中联办及中央政府驻香港办事处抗议，抗议人士甚至太过愤怒，冲进了中联办与警察发生冲突。当晚还有年轻人在中联办外焚烧中共党旗，有女孩子悲愤大叫说，这是一个杀人政权。其后香港有21位签署过零八宪章的年轻人以自首方式自缚双手，被插罪签署零八宪章的纸牌，通过罗湖桥前往中国境内抗议，但还未越过边界线，其中几人竟然被中共边警冲过来带走。受刘晓波判重刑的刺激，民主派发起的香港元旦日游行含有的以中联办为目的地，并有30000人参加。在刘晓波后来坐牢的日子，香港人不但继续呼吁释放刘晓波，即使全世界似乎都遗忘了狱中的刘晓波，香港人仍然不懈地声援他，并十分关注一直被软禁的刘霞，发动多项有关行动，如为刘霞公开庆祝生日，行为艺术称刘霞，以及10位港人包括3位女士当众落发剃光头，要求还刘霞自由等。去年12月的国际人权日，支联会发起一人一项要求释放刘晓波，并在今年4月1日刘霞生日这一天，
支联会在香港闹市铜锣湾时代广场公开为刘霞祝贺生日，用这些照片砌出一张刘晓波与刘霞的合照。晓波患绝症消息传出后，香港人感到震惊和悲痛，立即到中联办抗议，并在酷热的天气中在中联办外日夜接力静坐，强烈要求中共让刘晓波带着妻子出国救治。晓波不治，当局将晓波遗体挫骨扬灰撒向大海，港人身着黑衣，举着烛光，冒着不时落下的骤雨，含着泪水，默默地从京中走向中联办门前的刘晓波祭坛，然后头七之夜，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旁的天马公园为刘晓波举行追思会。身在他们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普通香港人对刘晓波悲剧命运的极度悲愤。刘晓波是香港人的英雄，香港人将永远怀念他。明镜广播电台，谢谢各位的收听。刘晓波记，陈奎德。从2017年6月26日到7月13日，在我的祖邦中国，有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一位寻道者赴死的全球直播呈现，有赖于当局蛮横而精心的严密掌控，我们的朋友，国家的囚徒刘晓波，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步复一步，一日复一日，脱骨剔肉，行销骨力，在心力憔悴的爱妻的搀扶下，活生生地走向了牺牲的祭坛。全世界的目睹者亲历这一人间悲剧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演，无助无奈，无力回天，揪心揪肺，肝胆欲裂。晓波就这样去了。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了晓波的叹息，听到了他的呼唤，他的呐喊，在悠悠绵长的恍惚中，不由叩问苍天：晓波，如今你身处何方？啊，我知道了，你已经翩然升天，与天安门上空未曾瞑目的亡灵相聚相会了。人们曾说，中国28年前的六四大屠杀悲剧尚未产生象征性的寻道者，如今刘晓波的巨大悲剧降临了，他以他天安门血腥之夜谈判撤离的生命拯救者的身份，他以他被暴政谋害而死的巨大的悲剧性的分量，他以他从容迈向祭坛牺牲的沉甸甸的道义形象，无可争辩地铸成了这一天安门寻道者的象征符号。我过去曾写过，真正的桂冠都是由经济编织而成，刘晓波头顶的诺贝尔和平奖正是一顶自由金冠，如今这一预言竟然兑现，那无边无际的经济毒藤最后仅编织成了死亡的金冠，
小波在全世界聚焦之下18天的受难历程，是一首无与伦比的乐章，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临终受难曲。他已经垒成了一座不朽的十字架。如此，刘晓波为自由跋涉的荆棘路径，波澜起伏的一生，终于功德圆满，走到了他的终点。实质上，28年前中国人的苦难，68年以来中国人的苦难，戏剧性的浓缩在刘晓波这18天的临终磨难中。刘晓波最后十日的挣扎是中国人苦难的缩影，这一幕悲怆的历史舞台凝聚了当代中国人的多少歌哭生死。刘晓波去了，他知行合一，因反抗暴政，天安门血腥之夜谈判撤离广场，组建独立中文笔会而立功。他犀利批判集权体制，并参与起草08宪章而立言。他舍身取义，从容入狱，慷慨赴死而立德。如此，他已经臻于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境界，他已经进入了中国的乃至世界的贤人堂。刘晓波去了，但是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2017年7月13日，不只是刘晓波的忌日，也是当代中国人的受难日。刘晓波是代中国而受难，而受难日之后复活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是为忌。我和刘晓波是2003年、04年左右认识的，当时维权运动刚刚兴起，晓波对维权律师啊，对维权运动，包括很多公共的案件也都非常关注，那包括我自己，介入的很多案件，他都有写评论，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关注，包括他自己的分析思考，像这个陈光诚案啊，像蔡卓华案啊，这个等等，就是他有非常密切的关注。然后后来跟他见面也很多，到零八年3月份，我被抓的时候被绑架，第一次被绑架，他就写文章来声援。那次关的时间不长，只有2天2夜，他就专门写文章来声援，然后我还把一些维权律师啊，像高志胜啊等等，就是介绍给小波。到了08年的就奥运会结束之后，就是有一些我是先是通过其他的朋友知道08宪章，后来跟小波见面，就是在那个包尊信这个下葬仪式，就包尊信逝世1周年，下葬仪式，然后跟小波见面，我就跟他提了一些关于08宪章这个意见，我就说当时是有20条，我说这个太多了，有10条就够了，要抓一些重点政治体制方面，这个人权方面最重要的这个东西，然后那我也帮他征集一些这个签名首批的这个联署人。再后来就是小波就是被抓进去，我们也都就是很难过，但是也都没办法。那一直就是他就是这么多年就一直被关着，国际上有一些救援，有一些呼吁，但是远远不够。所以我觉得小波之死是，这
100多年来精神史上，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怎么说呢？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这样一个具有这个圣厨式的一个殉难者，为了自由，为了民主，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是中国第一个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公民。那中国作为最大的一个专制国家，所以小波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但是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抓、被判重刑，然后被肝癌，然后这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想要离开中国到自由世界去，也没法实现愿望，就等于中共是在这个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就对他进行一个虐杀，对，在这个一个现场直播的这个事先张扬的谋杀案。所以他的确是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重要精神事件。那西方民主国家对此也无能为力，而且更不愿意，就西方国家都不太愿意去得罪中国，去花更大的力气去给中国压力。那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小波的这个重要性啊。那他的去世是中国自由民主事业一个极大的损失。他首先这个思想深刻，他文字具有这个感染力。他不但他是学文艺出身，但是他又有很多对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等很多研究。那他的这个思考是非常深入的。对专制的批判，对这个集体主义、集权主义的这个批判也是非常非常犀利的。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行动的勇气，他这么就是八九之后的这种坚持、这种投入、这种牺牲精神，这个行动的勇气也是这个很难很少有人能够比得上的。另外呢，就是他这个这种批判专制的彻底性，对于中共一党专制的这种彻底的批判啊，无论是从政治体制、从人的尊严，还是从审美角度等等，还有文化角度，它是这个全方位的，非常彻底的反专制。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坚持啊，有的人，有很多这些民主人士、维权人，他们各种原因就退出了，放弃了或者沉默了，那他是不断的去挑战自我，去忏悔。然后去坚持这种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入狱，他先后4次入狱，那这种长期的这个坚持，28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个坚持也是非常难得的啊。另外呢，就是他广泛的人脉，他08宪章他并不是这个主要起草者，但是中共抓他，那主要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组织联络工作，他连接了这个党内的民主派，具有开放思想的这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然后一些独立作家啊，他是独立中文笔会的这个两届的主席，然后他连接了这个维权律师，连接了这个八九一代的异议人士，民主人士，那这样就是他是起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枢纽作用。对于推动08宪章，对于推动其他的就民间反抗运动，那他这种广泛的人脉，也是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民主运动、维权运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也是非常稀缺的一个资源。还有一点呢，就是他有这种广泛的国际认可啊，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就有非常高的这种国际的声誉，得到很多人权奖项，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国际媒体的报道，那这个国际认可。
各位小波朋友，你们好，我们都怀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去怀念小波。我自己在八九民运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但是我没见到小波，这个是很可惜，我一直都没有机会见到他。但是可以说我喊叫他的名字比其他人的多，因为我们在香港抗议的时候，我们的一定会叫释放刘晓波的口号，释放刘晓的口号，因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但是这个中国的希望给习近平摧毁了，但是他没有摧毁小波的精神，这个肯定可以说习近平是完全输了。从这次的小波最后疫情去看，习近平输了给小波，虽然他没有给小波一点点的尊严，但是他没有打败他，小波最后也是个自由人。从他这次所遇到的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的独裁和小波的民主很大的对比，看到习近平的残暴和小波的关爱很大很大的对比。所以可以说小波彻底打败这个习近平。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精神没有输给共产党。然后很多人中国也好香港也好，一定去学习他的精神，积极去抗争，争取民主和自由。他的一生就是给了中国的民主事业，他坚持，他本来可以过很好的生活，出了国外，但是他放弃，他要回去和中国人民一起争取民主。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当我们沮丧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香港人听记起小波，记起他的坚持持的精神，向他学习，继续去坚持下去。对香港来说，当我们看到小波给共产党这么对付的时候，我们会想，你可以这么对付一个人，一个自由人，我们700万人自由人的前途就是在这个共产党手里，这个我们一定不放心，我们一定也好像小波一样要继续去抗争。我们继续下去为小波做的一定是继承他的位置，去建起这个中国的民主，但同时他最爱的是刘霞，刘霞现在没有自由，所以我们智能会一定和全世界爱护小波爱护刘霞的朋友一起继续去坚持释放刘霞。我们从小波身上学到的我们去记住我们希望和大家朋友在我们很怀念
和沉重的时候，我们要有策略的记住去释放流沙，这方面一定是我们日后最重要最重要为小波可以做的。大家努力加油，我是智能会李卓人，谢谢。赵鑫，我知道刘晓波是在86年上大学之后，因为那时候刘晓波和席地尔他们在吉林大学读中文系，他们搞了一个诗社，我在长春师范大学搞了一个诗社，所以后来有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刘晓波先生他写的很多文章，而且呢，那时候我们说实话，也都是他的粉丝，换成以前的词说，就是我精神偶像。那么后来呢，在秦城监狱，大家都关在秦城监狱了，但是在秦城监狱没有交集，因为我是住在关在24号楼的那个12号小号。那么但是在此之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刘晓波、周舵、侯德健、高鑫他们搞那个四君子结社的时候，那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在开会啊干什么什么，我就认识了。当最后再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在那个91年初，他被释放，周舵他们被释放之后，那时候晓波他住在那个侯德健在那个北京的那个青年公寓的房子里，所以说那时候我们就经常在一起沟通的。那么91年的6月份，在网上传的比较广的照片，晓波游泳的照片，就是91年的6月4，北京国宝艺术不让我们在北京待着，所以我们就跑到了周舵、王珂他们插队的地方，然后在那地方我陪他开划船去游泳，所以就有很深的接触。之后呢，可以说在小波跟小波在进监狱之前20来年，一直是只要是大家有自由有空，也经常在一块记，也经常在一块沟通。我就记得小波特别喜欢吃那个云南的一种凉菜叫折耳根，他每次到餐厅点菜必点两盘，那就是特好吃，因为它是然后呢我们这帮西南人就特别喜欢吃这个一块小波，他喜欢吃折耳根，就是我们这几个西南人给他推荐的。所以小波也是个也是写诗，也经常写诗，而且呢他也是可以说是跟朋友们相处也是很愉快的这样的一个。虽然在过去的风风雨雨的这20多年中，也有很多，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坎坷和分歧，但是呢，总体而言可以说是一直处得很愉快，有什么事情也是互相之间帮助，也是互相之间的支持。当然了，今天说起来呢，我觉得非常遗憾，因为在那个05年的时候啊，那个胡耀邦先生的那个秘书林默老先生，他特别着急，他特别的期望我请那个刘晓波还有高志胜一起来坐下来，一块来聚一聚，然后呢一块来吃个饭，互相交流认识一下，不要被共产党这种风暴瓦解给挑拨了在这个很遗憾，当时他们俩各有各的空，各有各的事，这个有空那个没空，这个没记在一个遗憾。当后来他们在那个06年搞那个独立中文评会的那个独立中文评会的年会的时候，后来他们之间见面的时候，那么总体而言，我想说的就是，第一，小波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是一个跟共产党一直抗争到底，而且一直抗争到死，甚至死后共产党竟然让他那个死无葬身之地，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的英雄，所以他也是个伟大的了不起的英雄，因为他也是在中国的那个民主运动史上留下了非常光辉璀璨的。
不管是在天安门广场，他和周舵他们四个人把学生们从天安门广场救下来，保留下了中国的这些良心和火种，也不管是后来他成立独立中文笔会，把海内外的这些异议知识分子都给连接起来，包括我也是，小波和周舵他俩中间号来进行独立中文笔会，那么可以说是也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啊，在国内也是能够公开的活动，应该说这也是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组织化尝试。第三来，小波那个在维权运动的时候，大家很少提他在维权运动的作用，应该说小波也是写了很多文章，极力的支持宣传鼓动维权运动的，所以说应该说小波在维权运动上的贡献，中国的民权运动的贡献量也很大的。当然第四了，他们模仿那个就是七七宪章搞的零八宪章，当然这也是可以说中国现在的这个追求自由运动史上的一个光辉的一页。所以总体而言，小波是个英雄，而且是个伟大的英雄，他确实非常了不起，也是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行道的圣徒。当然了，我今天至于什么说了那么多小波的这些小的一些事情，喜欢游泳啊，喜欢吃折耳根啊，也喜欢跟大家聊天啊，逗逗乐子啊，开玩笑的，他确确实不是神，他也不是圣人，但他确确实是伟大英雄，伟大的自由民主的行道圣徒。纪念小波，还留下自由，谢谢。大家好，我叫陈天石，是原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八五级的学生，刘晓波老师呢，这个他是我们的老师，他在北师大，教过的学生呢，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也就只有我们这一届是主要的。那么呢，这个晓波老师的去世呢，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这个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个不仅仅是悲伤，也有很多的遗憾，包括这些愤怒，这些这个情感的话呢，都糅合在一起。这个尽管我跟小波老师呢，那个短暂的这个师生关系里边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私交，但是呢，在1989年的这个学运当中呢，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呢，这个我们有一些相处的时间。小波老师呢，这个从美国4月27号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他回来的消息。完了以后呢，我们让这个北高联，也是北师大的这个自治会的秘书长的张军呢，这个去他家去飞机场去接他，但是没有接上他。这个因为他被周舵等等的一些朋友呢接走了。但是呢，紧接着我们那个到他。将军这个到他的家里去的时候呢，这个自治会的代表跟刘老师这个有这个在一起的时候呢，这个刘老师呢把他在世界日报上面发表的文章呢，对胡耀邦失事现象的醒思呢，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这个拿到我们这个自治会的这个宣传部，也是我们北高联的很重要的这个宣传的机构。这样的这个小波呢，这个当时呢，他在当时的情况底下呢，他还是没有打算站到这个学生运动的第一线来公开的支持我们的，这一点可以理解。但是呢，到了这个4月29号429对话以后呢，这个我们的宣传工作呢陷入一个困境以后呢，
那个我个人的这个作为主管宣传工作的那个我违反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北高联的这个中立的原则呢，我就把这个小波老师这篇文章对刘小波对吴晓邦失职现象的醒思这篇文章呢放到这个广播台上面广播了。当时小波老师呢正好在底下这个听着广播，小波老师呢这个后来他听完以后呢，他到我们宣传部来，他这个心情好像是有一略显有一点慌张，这个有一点压力，但是呢他没有责怪我们。这个我呢当时也紧急的起草了一份就是声明，说明这个播出这篇文章呢，是我们宣传部我们广播台我们做的主张，这个为了解脱这个小波老师他的责任。这个在绝食发起以后呢，5月14号呢，这个北师大的老师呢第一次参加了游行。这个小波老师呢当时的时候呢，他是作为老师的领队，我作为这个学生的领队，这个我们并列，我们师徒俩呢就是说这个率领北师大的学生前往天安门广场，一起去声援当时已经11月13号下午已经在那里绝食的同学。那我们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到达广场的时候呢，大概4点钟左右，我迎到广场了，4点钟到5点钟之间。那个当时的时候呢，这个总干部里面的对话呢，已经破裂了。当时的时候呢，小波老师的话呢，这个跟我在一块，他心情非常失落。他看到这个市民的话呢，那一天呢还没有起来，这个大规模的声援学生，这个绝食的话呢，这个我们虽然现在说这个通过绝食呢。这个学生运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民这个民主运动，是有很多的市民参与进来的。但是其实那一天5月14号的时候呢，到第二天这个当时的这个苏联的那个戈尔巴乔夫来访的那两天呢，这个事实上呢市民的支持度还是不够的。所以呢这个小波老师呢14号傍晚的时候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因为市民没有起来，所以呢这个我们可能面临着这个失去这场运动的危险。这个这盆棋的话呢可能会那个赵子阳这盆棋他下输了。这个我的感受跟他是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从此以后呢，小波老师的话呢，这个明知道这个运动的话呢，这个面临着这个最艰险的阶段，但是呢，他从那一天开始去了天安门广场以后呢，他就再没有从天安门广场撤回来，他一直坚守在那里，而且他就以北师大这个学生阵营绝食团，这个为基地的话呢，在那里的话呢，又写文章。这个跟同学们一起在那里做宣传。后来呢他每一天的话呢都安排学生的话呢把当天所发过的稿子那边所发过的稿子呢都带回来给我们这个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宣传部还有北高联宣传部来使用。这样呢他一直坚持到了这个最后的时候。